蛛网蛆魅的吴江会员迎来了收官。先不说开放式结局能否让大家满意，晚安夫妇的糖真心太少了，这也要跪着看下去的剧情也是没水了，玻璃茶怎么也得吃下去了。饰演忠犬小狼狗长安的屈楚萧不仅人设圈粉，原声低音炮荷尔蒙爆炸，也让观众们深陷其中。屈楚萧把长安深情隐忍护主到底，如影随形却不奴气，为爱不计生死，只求一庭院一杏树一秋千一双人，全世界最好的影子男友这一角色演活了。不过不得不说，刘天池老师带出来的中戏十三级表演本科院二班真心全是宝藏男孩，这两年很多品质口碑兼具的剧里用的新人都有他们班的身影。高知停滞我们单纯的小美好，吴伯宗张佑浩三生三是十里桃花，尼古赵建雷你好旧时光蒋川吴浩辰欢乐颂，英琴拥有这样兄弟团的屈楚萧似乎不是很满意。当他被问道如果你是女生选高芷婷等人谁当男朋友，他表示要单身至死，因为都太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屈楚萧你是魔鬼吗？亲同学没错了，见识过女生们的撕逼大战，男孩子们的塑料兄弟情也是相当精彩吗？毕竟一个圈里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以后还要不要见面了？哈哈哈哈！小八实名挑事。